得了啊，嗯。我都忘了是谁。再轻点，轻大一点。再轻大一点。轻大一点。嗯，好，可以。嗯，好。这个效果听出来还可以，那跟那新的一样。嗯，给我拍一下。头起来亮了，亮了。哦，难怪。这个旧轮胎翻新，拿激光洗，把这个洗到这个效果当新轮胎卖。这不高压水枪冲一下就行吗？你高压水枪冲，你里边冲不洗不了那么干净啊？不如啊。洗不了。我感觉洗吗？洗不那么干净。嗯，你不信，你下次洗车的时候，你洗不出来的效果。它相当于这靠近呢。嗯，对，靠近。好，拍点设备去，设备那。嗯。这不是中国。